大家好，我是大远，咱们今天做一个锅包肉。这锅包肉呢，把这个肉切成这个大片儿。这块肉这是买的通脊，花了18块钱。抓点这个土豆淀粉，加水把它稀释一下，这土豆淀粉放水弄成这样就行了，就是说刚刚把它能拽开就可以了。肉片加点料酒，少放一点点的底味，抓一下，然后放到这个调和的这个土豆淀粉里边，把它抓匀。这里边再放点这个油，炸的时候好炸。如果有豆油的，放豆油啊，放豆油那样炸出来颜色比较好看。然后咱们现在挑一个这个锅包肉里烹的那个汁儿，白醋、白糖。这个酸甜口根据自己的那个口味放就行了，可以尝一下，也可以往里边放点番茄酱，然后也可以放橙汁，都可以啊。我这是买了个这个现成的这个鲜橙多。然后里边呢再来点盐，做油把这个肉片炸一下，油温升高以后，把这个再复炸一下。这汁儿爆粘稠了，把这个放进去。压锅，把压锅倒出来，没了，是吧？这汁儿稍多半勺。今儿这锅包肉呢，这个汤汁呢有点少了，大家伙在做的时候呢，汤汁再稍微多一点。底儿有汁儿，这个那不好，啊，这个那不好，你可以先挑会儿小味尝尝。没有。啊，好好吃，你
多少人你去弄了？你不是在那里？嗯。啊？嗯。忙啥着呢？嗯。不是这么一大块啊。这是这块肉。嗯。这酱好吧。没啥了。再吃一会儿吧，尝尝，都已经炸了，尝尝，尝急。哎呀，我先晾晾。